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市政做回来，我是蔡小君。近年来，基隆市政府积极推动要改造幸福城市，做了非常大的努力。其中呢，这一项工程在我们的社区住宅、社会住宅方面有非常大的亮眼成绩。我们要来邀请到我们在幕后很大力的灵魂推手，就是我们的都市发展处处长，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欢迎处长。那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处长好，我们可以知道基隆市政府近年来所做的这个努力改造的过程当中，其中在社会住宅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亮点。市长呢，在上任的时候就积极推动了各项社会住宅政策，要让基隆市成为宜居、幸福、安居的城市。其中在租屋的政策上面做了非常多的计划，执行率听说很高，我们要赶快来请教处长。好。那其实，住宅政策分很多项了，然后其实以前主要，那个政府做的一个政策，主要叫出租的补贴，就是如果你要租房子会补贴，然后接下来其实出租补贴碰到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不见得找到房东，所以我们后来中央政府在蔡总统的这个积极的住宅政策之外，除了刚刚谈的社会住宅的政策之外，开始有包租代管这个政策。然后这个包租代管的政策，我们已经执行了进入了第四期，未来还有第五期，第五个阶段哈。然后去年的时候大概就有600户的成绩，不过截至目前这个7月31日，我们也有1495的房东跟房客的包租代管的成绩出来了。好，那这个成绩，目前其实是除了所谓的六都之外，我们是全国县市里面的第一名。对，真的超厉害的，第一名包租代管。因为之前大家都很多都会觉得房东不愿意加入这项计划，是因为一他的钱会要缴税之类的。但是我们政府真的非常聪明，他透过了这样进行了，在基隆市租屋家庭成员在北北基如果没有房子的话，未来是享有租金补贴，然后家庭年收入所得是97万元以下，就可以来享有这一项优惠。这又是什么样的优惠呢？我首先讲包租代管，其实包租当然就是有一个专业团体会包一个租之后来，然后开始跟房客来去做签约，然后相关签约我们有一些补贴。啊，代管的部分当然就是帮房东代管一些房子出来，可以做这个部分。然后诚如刚才这个主持人所说的，那在包租代管里面最重要其实就是房东的意愿。那所以房东意愿，我们在108年在实施这个计划之前，我们就开始在推动相关的这样子的辅助的一个计划，所以我108年9月我们公布了一个叫社会住宅公益出租人，就是为了做房东好的房东的公益出租人的地价税、房屋税的减免条例。所以因为这样的减免，其实他参与这些机制之后，他还可以减免一些房屋税跟地价税，然后让大家可以参与的更多。也是因为有大概有这一个部分，另外一件事情是感谢基隆绵密的人情味，让我们这个透过的民政系统、社政系统，然后铺广出去，然后可以去协助更多的人。所以很快的，我们从达标600户，中央都觉得我们很厉害了。之后我们他再给我们好，那1000多户我们也达到了。然后今年1495户，真是太厉害了。所以可以看到，就是基隆市政府真的很厉害，他们透过了社会处的社福系统，还有这个民政处的邻里系统，达到了居住正义这一项诉求。这也让所有的基隆人呢，如果没有房子没有关系，但至少你在租房子这一方面是可以花比较少的钱，也就是说可以感到比较多的幸福感。这也就是我们城市幸福感的改造工程。而说到这个，一定要带大家来看一看，就是我们基隆捷运拍板定案后的后续，基隆的7堵即将要盖我们的社会住宅，约有450户，快来看看。基隆市政府都市发展处长徐彦清日前向行政院长苏贞昌说明基隆捷运7堵站周边都市设计与 TOD 发展评估，其中在明德一路与光明路交叉口属于国有参署的土地，将新建基隆市首宗社会住宅光明安居，总户数约450户，预计115年完工。我们基隆市政府是很积极跟内政部营建署跟国家住宅中心一起讨论，然后在109年6月15号的时候，内政部营建署已经指示国家住宅中心要在我们7堵
就是旧站段一地号，就是在火车站北侧那边要去新办社会住宅，然后今年度他会去将这个社会住宅的工程统包上网，然后预计在115年会盖出社会住宅，然后大约有450户。因为住宅中心他必须依照法规，他社会住宅还是会公开的让大家来申请，然后会有30%的比例会提供给弱势来做居住，然后其余的部分就是开放市民都可以做申请来做居住使用。由于这一处社会住宅位于七堵往基隆的要道光明路上，因此基隆市政府方面也特别希望能纳入基隆门户意向设计并规划一楼运用方向。是在旧站段一地号，在它现在目前是在火车站北侧有一块就是国产署围起来的一个绿地空间，对，它的面积大概是有7000多平方公尺。对，然后它的社宅面貌我们现在有在跟他们讨论，因为它刚好是我们七堵要进到市区的一个重要的位置，所以它未来一定会有需要一个是属于基隆这个门户的意向。然后我们有跟他讨论说未来一楼的空间会提供给一些就是 co-working space 或是一些商业的功能使用。据了解，社会住宅的月租大约是市价的80%。由于这一处社宅基地临近学区，旁边又有七堵区公所及铁道纪念公园等，距离七堵南新市场与七堵火车站也不远，具备便捷交通及良好生活机能。加上规划有七堵站的基隆捷运宣布拍板定案，预计这一处基隆市第一期的社会住宅完工后，将会掀起申请抢租潮。所以可以看到，就除了社会住宅我们要做好做满之外，城市幸福改的社宅工程也在我们的七堵启动了。我们要请教处长，基隆首批的社宅内容到底是有哪些呢？好，那其实我们推动社会住宅，随着中央的政策，蔡总统社会住宅的政策，这样子200,000户的政策，其实我们在105年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开始规划这个社会住宅这个政策。那原来选定的其实在安乐区的西定段，那但是因为土地的关系，还有一些建筑法令的关系，比较没办法跟续的推动。那逐步我们就跟中央来谈了，好，所以现在大家所知道，刚刚在影片所看到的那就部分，就是我们在七堵的这个我们在光明路的路头的这里面，吼，这个跟基隆河这边夹着，然后旁边就是我们的这个台铁的七堵机场的旁边这一块。国有财产，国家的土地，吼，这块地是国有的。前面那个光明段，哎，前面对不起，前面的安乐区的这一个段其实是市府的土地，这是国家的土地，吼，那国家土地由中央来跟他租，然后由中央来新建。这个部分目前总共是23亿，快24亿的工程预算，吼，这预算非常大，也感谢中央，经由沟通啊，吼，那大家也知道。基隆要一次出到23亿，这个其实是很沉重的财务压力，所以中央来协助我们的23亿的这个预算的支出来做，那总共大概400多户，然后房型大概分一房、二房跟那个三房的房型，好，然后我们会留大概40%给那个弱势户来去居住，所以他可以弱势户可以居住在这里的地区，可以去做这个部分。那一楼会有托儿所，一个小商店。然后未来也会有一些那个青年安居的相关的政策，好，待会有机会我再来说明清楚这样子的政策，然后来去促成这样子的一个空间。不过这个案子其实对我们来讲，不仅只是社会住宅的事情，它更是配合基隆捷运的开拓之后，是把整个七堵地区这一个生活圈把它打造起来。大家想看看，400多户，我们的南新市场，它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来使用。然后附近的七堵国小还有很多的幼稚园、托儿所相关的空间跟相关的使用，还有河岸空间也可以借此来把它打造起来，所以未来七堵是绝对是一个非常宜居的一个地方。是可以看到，就是这一个基隆市的社会住宅，它是结合了七堵商圈还有市场，重点是它还跟铁路捷运它的整个动能是关联在一起的，一步步营造出了我们的七堵新意象。那我们可以看到处长超用心哦，他在全球化下的首都圈空间战略当中，他就带大家来看看哦，其实把这个社会住宅首先 focus 在七堵地区，到底有什么样重要的要求这样。好，我们可以来看这张图哈，那基隆大概在这一块，七堵区大概是在这一块，好，就是我们所谓的基隆河谷地区。大家可以看到，从基隆一路到新竹科学园区，这整个科学园区，大家所听过的南港科技园区、内湖科技园区、士林北投科技园区，
还有桃园的华雅科技园区，跟现在桃园在推动的亚洲矽谷的一些案子，在这一个案子里面，重要就有一个飞机场，松山飞机场跟桃园飞机场，然后海港呢就是基隆港跟台北港，所以我们面对全球就是靠这些事情让台湾变成世界上不可忽视的一个地方。好，那这不可忽视一个地方，过去在这一个廊带的投资太少了，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才能有机会跟中央这样说明清楚，之后中央也听得懂。好，这个基隆捷运也好，还有大家现在常常听到的港区的四港再生标杆计划，大家所知道的国门广场在我们城市博览会开放的整个地方，就把这个廊带串联起来。这个串联起来，未来在这里，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些先进的一些科技廊带的一些事情，好像在这边断点了。嗯，哦，汐止之后就断点，可是在这里未来就会去放置一些断点之后就要会放置，说大家听到的这基隆河谷的一些开发，还有北五堵研发新镇这些开发就会进来。进来之后，六堵工业区就会再生，旁边大五轮也会再生，会往下上提升它的科技的能量。接下来科技能量需要好的住宅，所以社会住宅还有其他的住宅，我们一一都会去那一个一个上去。可是它必须排序的去做，如果没有先有基隆捷运，那这个社会住宅所吸引的人跟调节的人就会又更不一样，所以我们基隆这样子一步一步做，好像在下棋一样，那么一步一步的把基隆整个翻转起来。大家可以看到，大家现在很容易想象，你想象林口会怎么样？嗯，基隆只会好，比它更好，因为林口终究还是30年前的规划。那我们现在也用最先进的规划，是21世纪，我们用2040的一些规划的方向的新的一个规划方向放置在我们的河谷廊带地区，数位海洋科技。那七堵的地区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核心的地区。好，那想看看我们想象未来，在汐止大家就可以坐捷运就来南新，然后我们的七堵这里的社会住宅会吸引不同的人，也会让市区没有房子的青年人也可以来这边住，然后在附近可能很快的就坐捷运也好。做未来会 U-Bike 2.0、3.0进来之后，还有一些新的大众运输的结合之后，大家来这边生活15分钟，我们在陈博会再谈15分钟，大家都可以吃喝玩乐，也不再塞车了，也不用通勤那么久了，那整个生活环境就会改变，然后产值也改变，大家的收入也改变，用这样的方式来启动整个基隆的一个再生。那这个再生的部分不是只有中产阶级或是尖端的这些那个这个投资者的这个生活品质跟他的那投资机会，那更重要的其实是大家一般人也可以得到。那一般人得到就是刚才讲的包租贷款政策、出租补贴的政策，好，这些政策一端出来是大家可以住得安稳，然后住得安稳，接下来有工作做，然后再回馈回进来。那当然住得安稳、工作做，生活品质就会提高。地方的商业才能起来，因为大家才愿意消费，所以这个是一连串的动作。那这一连串之后，我们必须梳理，就好像一个很好看的电影，必须起承转合要一一去铺陈，不能从头到尾都很冲，或是这个都很安静，都不是一个大家很喜悦、很欣赏的一部剧。所以借由这样的过程上，一步一步可以去做，所以。我们照顾弱势也去做到全国最高的照顾弱势的一个比例。然后再我观看刚才有看到我们的那个包租贷款1000多户的也达标，然后做到，然后目前已经做到第4期。然后这相关第4期每一次大概中央都给我们到1亿到2亿的补贴跟预算，那个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协助啦。所以还有刚刚谈的社会住宅23亿等等这件事情，那我们还是要感谢中央可以在这部分来协助。那当然这个真的是市长非常厉害，去跟中央协调出来的一些经费跟能量，好，他可能去补助。而且我刚刚讲那个这次的社会住宅，除了地是国有财产署的国家的，钱是中央出的，招标是由中央出的，未来新建营运也是中央出的，那这样子也可以减低我们的压力，好，那可以去做更好。但是我们很清楚这样子会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可能中央不太知道地方需求，所以我们也建立一些设计平台，还有交通的讨论平台，希望他们的一些设计还是
因为基隆的多雨、气候等等的关系，它可以提供更好的这个设计，然后去做。我们预计在下个月就会去媒合他们来做这样子的讨论，让整个社会住宅做的也是符合地方的需求，然后用国家的标准来新建。好，这大概是我们这样子的推动的方向。所以可以看到这个环环相扣，一步一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社会住宅它的亮点所在。而且基隆市政府真的太厉害，居然可以推到几乎算是全国第一吧，就六都之外的第一名。而且本来是预计要照顾我们的弱势四成，结果现在是照顾到六成。那社会住宅现在也正如火如荼的正在进行当中。其实这当中看起来很顺，但是很平顺，但是是不是有碰到什么样的困难要挑战呢？说困难，那个好像作为一个公务人员，好像没办法是用困难这两个字，因为困难你就会一定要去解决它，一定是面对它解决它了哈。然后当然最大的问题，其实我们最大的挑战其实就是我们旁边有台北、新北，还有桃园，他们的公务人员的值跟量相对都比我们高。那我们怎么样跟我们的同仁一起精进，然后一起去往前走，那非常重要。所以我们需要更好的能量，然后更好的机制，然后我们内部其实除了做这么繁杂的工作，内部也要去做员工训练，然后把那个公务人员的这个热情把它激励起来，那非常重要。不然的话，相对起来我们没办法跟人家有竞争，所以怎么样让大家可以投入更好，那这样非常重要啊。另外一块就因为这样子，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有些部分就由中央来协助投资，就刚刚社会住宅政策，就中央来钱先帮你解决了。对，钱帮我们解决，或甚至人都进来帮我们解决，还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做初步的。但最后一里路还是要靠自己，所以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这个公务人员的品质把它提升起来。所以提升我们的公务人员品质、职跟量这一件事情是正要挑战住，而且正在执行当中。而说到基隆啊，它近年来我们在市府在都市设计及景观再造上面可以看到，打造城乡新美学的成果上是有目共睹的。未来有更上一层的城市空间计划吗？我们要请教处长。好，那大家都知道吼。第一个事情就是怎么样让设计的力量可以进入基隆？我们过去七年努力在做这些事情。那愿意呢？人家愿意来，其实就是你开放心胸，然后尊重人家。好，这个我们很努力在去创造这个部分。再来是，你即使有好的设计，没有经费也没办法去做建设。那再来就是刚刚讲的是，跟中央去申请预算。然后申请经费，竞争型的经费，然后竞争到了，然后来去投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左边这一张图，大概就是我们的四港再生标杆计划的一些愿景图哈。不过这愿景图我们现在大概已经完成了80%了，剩下20%的部分正在做发包的动作跟投资的过程。大家可以看到西岸的西二西那个，对不起，东岸的东二东三的这个旅运智慧大楼的那个旅运中心。好，现在也那个商场也招标完成了。好，那现在就是等疫情过后游人进来，然后东岸这个也大家在陈博也看完了，我们现在只剩下就是这个串接平台，那现在正在做发包的动作。预计什么时候会好？我们希望明年可以完成，然后明年底可以完成这个计划。明年，然后文化中心也做好了，然后基隆塔现在已经做到最后一个阶段的。对，过程嘿，正在做这个相关验收的工作跟最后的工程的工作了。好，不过因为它终究在山坡地的部分呢，我们对安全跟品质我们还是要求到最高，市长也只是这样子的部分，所以我们希望把它调整到最好的状况之下再来开放，再来开放。再来是军港西迁，现在已经做完了，现在这个正在做拆除的工作，那西迁到这边，所以整个东岸。大概就只剩一个串接的这个东西正在发包，再去做最后的一个动作，然后相关东西准备。然后在西岸部分，大家都看到，现在都在最后的准备。国门广场一期工程，我们国门广场未来还有二期的工程。那为什么问一二期？主要就是转运站前面这个国光的临时站到转运站真正开幕，在年底开幕之后，它整个腾出来之后，我们还要去做一些整理，好，国门广场的整理。然后在转运站现在也做得差不多，这个陈博会也做了，西二西三现在也做好了，然后现在正在做招商，那等招商完之后会有一个文创的在西二的一个文创的旅店商，如果大家去这个高雄的博二也好啊，这些地方啊，其实它就像战二库一样啊，就有个地区可以做，
然后明年也编了预算，会做那个这个缆车的一个规划的这个工程的一些评估的一个最后的作用，大家都很期待缆车，把缆车做起来。那我们也只剩这一块，还有再来就是最后一块这部分，在10月份港公司会再次，因为现在疫情国际招商比较停顿，等疫情稍缓时，预计在10月份也会再做一些公开的说明，然后去做推动。那整体推动，港区的四港再生就可以做好了。那做好就是刚刚这个主持人在讲的说，工程做好，接下来是工程旁边的这些怎么样去管理的事情。那这部分我们就是在去年在11月的时候，议会终于通过了我们叫国门广场周边地区的景观自治条例的通过。那我们现在正在做那个执法，还有相关景观计划的部分。那未来这里也会被管理出来之后，就可以去做相关的整理跟相关的一个调整。那这样子的调整之后，其实整个市区就会改观的。然后这个改观的这一个案例的过程，这样景观自治条例，我们也希望我们可以做成功之后，在明年到后年把这个港区在私部门大家看到没有被白色包的这些部分也被整理得更好看了之后，这个经验就可以正滨，然后八斗子，然后万木山附近就一一做出来。那一一做出来之后，另外一个还有的一些工作，其实就会结合捷运正在做的事情一样。刚才这叫四港再生标案计划之后去调整旁边。嗯，我们捷运我举7堵的部分好，那未来7堵的捷运是在这样子，然后站在这边。刚刚谈的社会住宅是在这一个区域。那未来结合这些公有的都市更新的案子，还有 TOD 的开发，然后整体的这个河岸跟山的这些都设计的整理，跟这个整理一样的部分去做整理，它就一个社区一个社区也会这样子的改观。那所以等一步骤一步骤，一个点一个点，就可以借由这样子的过程中把它整个这个改观出来。然后未来就是8堵在7堵在这个6堵，然后百福北五堵研发新镇，那一区一区的就可以去整理。那这里胖也会去做整理。那其他的部分就像暖暖跟安乐区就有大笔的，例如运动公园的计划，然后例如这个暖暖的相关河岸的一些计划，一一在推动之后，也可以把那生活空间把它打造好。然后大概就这样子的话，整体的话，我们希望大家看七区都照顾到，要一步一步的，然后一棒接一棒，把这件事情那个做得更好，让7堵、百福、安乐等等的区域，这些地区都可以翻转起来。所以刚刚看到其实土地的取得这件事很重要，所以我刚刚有其中一项就是隆基银行，这又是什么东西呢？好，那其实基隆其实在早期发展的时候专业的人员比较不够，所以在做所谓隆基的设定的时候比较没有从专业角度去看，然后所以给的设定比较杂乱。然后我们这8年努力在这个杂乱当中找到一些秩序，然后这些秩序之后会发现，我们在像安乐或是新丰街或是港区的一些地区，它的容积很大，可是它的道路受不了，那道路没办法容。所谓容积其实就是，假设100户，你只有2米道路，你想看会不会塞车？好，它类似这样子的东西就可以。好，所以这样子的部分就需要被调配。那这调配我们觉得有机会其实是用农基银行这样的机制来做一个调配跟调整的部分，所以我们希望用农基银行的调就是让太多然后消化不了的地方可以移到像 TOD 地区或适当的一个地区，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去做调整，然后把整个基隆市整个可以比较强力发展地区它得到适当的一个强度，然后需要调节的，或是在山那已经没什么路的地方，需要调节部分也会做调整。那我们用农基银行这个机制，看可不可以有机会有更有效率。不过，因为这又涉及到习惯问题跟法律的设计问题，所以我们第一波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是这个法律跟相关的关系人的一些咨询，把它去找到一个平衡的一个部分，推动法制化。那目前已经在做这个初步的一个规划啊，那个用今年的预算去做，我们希望在明年会有个初步的草案出来。
是，就可以看到基隆市政府真的很用心，他面面俱到，就是要打造我们的城市幸福感。这些改造工程其实很多人都在讨论，就是让民众很有幸福感。其实住的部分就是要大家住得起、住得优质、住得好。那在这件事情，很多人就会接近国外，或者是在台湾地区，其实有在讨论，就是轻盈共居、跨世代共居。我想请教处长，其实如果这一项在基隆推动得起来吗？好，其实刚刚谈那个七堵的社会住宅那个案子，其实我们初步已经跟中央在讨论，因为主要是中央要做嘛，好，所以我们跟他们讨论，初步有一个共识，我们会用一个轻盈共居的一个方向来去做一个挑战的一些 program 啊，但未来引进的是什么人，我们不太清楚，因为要到最后盖完之后才知道。那所以这些人可以来到这边之后，怎么样？大家互相帮助，互相帮社区去做合作，一起共同去打造这个好的环境。其实大家有时候比较不喜欢住这种高楼大厦，最重要就是大家很冷漠，公共事务不参与。然后，可是像老龄化里面更重要，为什么叫那个轻盈共居？这件事情就是青年人可以在社区里面来帮老年人，然后老年人或者是我们的长辈有更多的智慧，可以帮社区去推动一些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希望在这个社会住宅的这个案子可以发生。可是除此之外，其实我们早就在做一些练习了跟实验，用我们社区规划师的一些练习跟实验，在暖暖地区啊，在这个七堵地区都有一些实验的一些场所在做。我们甚至主动的在跟长照机构、跟社会处的一些长照的地方，他们。其实轻盈的那个营法族不是就在长照据点吗？然后我们怎么跟社照跟青年开始做合作？因为这合作是需要习惯互相理解。当这个操作熟练之后，我相信刚才讲的社会住宅这个案子就会去做。那未来长期捷运出来的话，会有更多的土地做推动社会住宅，然后就一点一点的，一区一区就可以去做。有时候我们很害怕哈，政策走太前面，其实可是习惯跟大家的理解。或是大家的技术都没达到，那就其实跟不到，最后就是口号比较多，然后实际做不到。所以我们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可以得到，所以我们可以努力再去做这样子的一些工作。其实另外像我们过去做老屋这个侦探社，其实也是把青年人对老屋的想象跟老的房子跟这房子的所有权的引发者可能可以做一些沟通。那我们做的相关这个沟通也出来一些成绩，那这些成绩例如大家在陈博会看到所谓的零开群，在这个大家会觉得好，这个一直解不开的，大家基隆人很希望把它打开，我们也终于打开。那我相信没有这个过程，没有知道这些氛围，应该是达不到这样子的成绩。可是现在不只是氛围，我觉得实际会变成计划，实际会变成行动，然后轻盈一起互助，变成一个更美好的一个社会。哎，这就可以看到我们那个大同里面篇里面所说的这一个社会，就可以让大家就是过得更好、更舒适。那当然，回过头来，我们就是大家都会再问一下都市更新计划，这个又是跟基隆地区有什么样的冲突跟冲击呢？我们要请教处长。好，都更如果从中央来讲，或者是现在国家反映叫都更条例，那都更条例大概简单讲就是两个大方向，一个是民间来自己来做，另外一个是国家或那个这个政府来主动推动所谓的公办都更，这两个方向。那这两个方向如果叫民间来做的话，现在比较大的问题其实是你怎么样取得大家的同意，然后愿意把房地拿出来做处理。那这个处理当然在都更上面有重建就是拆除盖新的，整建维护就是先整理就好了，那大概是有不同的方向。那这个方向我们相关法令都在做调节跟调整，然后接下来其实要做的其实是民间为什么要投入，那所以你的重大建设公共环境为什么要做捷运，为什么要做市港标杆计划，这些事情没有这个前提，大概民间要外面的人怎么样投资进来，愿意跟你合作去盖一个新房子，这样子的那个氛围跟市场机制建立起来才有机会。所以我们前八年在努力在做这件事情，然后看到一些成绩，例如以前比较大笔的公家的土地好像都不愿意来参与做改变，
我们在市区也好，还有现在听到的这些捷运沿线地方的一些公家的土地，其实都愿意来讨论。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几年这个量会很大，所谓公办都更的量会很大。那我觉得我们也要开始做准备，因为即使要大你要会做，这个准备要开始做好，然后公办都更就可以去做，然后民间在因为那个这个基础建设好，然后生活环境好，那愿意投资，然后市场性够，那也可以做翻转。所以这个基础做完之后，这个都更才能真正的被建立起来。所以大家就是要一步一步来，都更倒是到最后一步了。对，那前面我们要先把市场机制建构起来，把我们的交通、把我们的社会住宅整个构建完成，让大家可以住得舒适、住得很幸福，这才是最重要的目标。那当然，刚刚有谈到就是我们的微笑基隆社区，在微笑基隆社区这一大块，其实是串联了很多社区，大家呢在都发处的引导之下。串接起来，把自己的想法给讲了出来，这又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呢？我们一块来看看。刚来到基隆的时候，会有一个想法，比较像是说，从自己的空间专业，然后以及沟通的技术，可以带着大家对于一个环境改善的过程，会有一些共识。而这个共识呢，会比较希望是奠基在一些专业美学的基础。不过这几年的实际参与会让我有一些反而回来在检讨自己在专业的认知上，我反而觉得其实在地生活的这些社区，它对于空间使用上其实有一些在地的观察跟在地的智慧。我觉得我们转换了我们原来的想法，因为为什么社规式计划都只会从空间来做一个切入的媒介，其实追根究底是因为你在执行一个计划，而这个计划来自于营建署，来自于空间规划相关部门的资源，所以它逼着你一定先从空间的角度来做社区议题的讨论。可是事实上我觉得很容易你就会慢慢发现它的很多问题并不一定是在空间上呈现，甚至于很多时候空间所呈现的问题都是最后的一个小小的表征。这也是促使我们为什么后来开始启动去跟文化局的社造中心或是社会处的培力中心有更多的连接跟合作，因为社区就在这里生活，他看到了各方方面面的问题，可是这方方面面的问题连接到政府的体制，其实它是分属在不同部门，那他怎么会懂得要去找不同的部门？其实他需要的是陪伴，甚至于说更平台或是窗口式的一个整合的服务。基隆有两个很大的家族的系统，社造家族系统，一个是龙来吧家族，一个是乐活家族。那当初会想要做这一件事，其实是想建立一个可以在社造的团队里面建立支持跟合作的一个平台哦，那主要是想要联系社区间的情感，然后建立支持的系统。那透过一些比较资深的社区，他们过去做社造的一些经验，来分享给一些新进的社区，或是想要参与的社区，给一些传承的一个分享。三社一体的想法哦，其实我们当初的初衷是想要行政资讯能够流通，然后打破本位主义。那所以我们在原本已经做了20多年的社造以外，我们还加入了社服跟社规的系统哦。那采用共同联合审查，然后联合访视的方式来协助社区解决问题。我们从关心单一社区的问题，然后发展到公共参与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是台湾社造要走的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前进的一个力量。那我觉得把课程体制扁平化这件事呢，可以让社区能够达到第一时间最有效的可以支持跟发展。我觉得这个是发展这件事最重要的一个力量。那时候是都发处跟文化局两个局处之间有些比较密切的合作，大家至少在审查会的时候是会互相去虽然当评审，然后在这个实力访视的时候访查的时候，那也会互相有一些联系。这样子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大组织啊，尤其公部门，就是纵向的这个联系没问题啊，可是横向就不是那么容易嘛，这样子。可是我觉得有赖于
承办人之间，哦，这个中阶主管之间，甚至高阶主管，然后大家会有这样子的哦，愿意去这样做的心态，至少不会觉得说啊，我是又把业务丢给我啊，我干嘛跟人家合作啊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心态上面是蛮重要的啦。台湾的社区营造其实走了非常多年，从总体啊社区营造到现在，那可是我觉得这几年包括在社区的议题里面，那其实它越来越多元，触角以及需要投入的关注的面向，我觉得越来越不同。因为随着整个社会在转变，其实社区都面临少子高龄下，其实社区面临的不同的这种必须要去回应的一些现状。那我觉得说社区大学第一个就是说它有蛮庞大的师生，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师生，其实我们就是在学习过程中间去引导师生慢慢从个人的这种私领域慢慢去 touch 到这种公共参与的公共价值。那这一群师生我们觉得说，如果说能够透过一些引动跟整个社造在参与上面的一个连结，我讲那个能量就可以跨越，应该可以作为一个同村共养的一个概念，让孩子从小在成长过程中间，他跟这块土地的连结，他的成长学习的过程，他是一个社区的陪伴。那所以我觉得说这个部分其实它也是社造的一环，就是说秦岭社造它不是只在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单薄的思维，参与作为一种公共空间或公共事务的标准配备，好像市府有跟上来，有一起做，然后市民其实是也很乐于参加。我觉得基隆的市民是对于公共事务参与是非常有热情的。然后到后面，其实你就会开始会有一些很多的体悟。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感觉是，你会认为，你会觉得说，参与是有实质的影响力的吗？那个价值跟有没有意义，其实也是市民让我们看见的。就是当今天来参加社规室的学校会开始跟你说，我有想到了我们那个改好的空间，下一学年我们可以跟课程结合一起用，或说未来你想想看明年我们是不是这里可以再做什么事情，你找个时间我们一起来讨论好不好。我就觉得他们是开始对自己的环境有更多的认识，你的确有感受到市府在这几年其实是很努力的再把参与这件事情植入很多公共事务跟公共空间的讨论。市民自己很明确说，那我们作为一种社群好了，或者社区里面我们可以用什么小尺度的行动，然后让我们跟目标更贴近一些些。所以其实市府在跟市民的在参与的认知或动能上，其实就是有慢慢在越来越活跃。大家会觉得基隆的所有事情都跟我自己这个社区有关，跟我个人有关，那这点我觉得是很成功的。市府甚至于说我们专业者其实应该可以更相信居民，甚至于更相信市民。我想一个城市的愿景可以持续的滚动，然后有市民的参与，也会有助于各个计划持续的落实，甚至于说它会变成一个更符合我们实际想象的生活。我想一个城市的愿景不是来复制一些所谓的进步国家或是进步的城市，应该要找到自己的特色，然后由在地深化的生活的经验去发挥。真的也就可以看到串联了非常多的单位，大家先从社群开始，然后慢慢的扩散出去，就像一个圆又一个圆把大家给串联在一起。这就是在基隆城市博览会之后，我们的高雄文博会还有我们的台北城市博览会，他们的设计团队都来问基隆，来问问看到底是有什么秘诀呢？我们就要请教我们的处长，深耕八年来真的很不简单，不容易，是如何引领大家一块来进入这个公共打造的区域？好，那其实七年前我就决定用共创这个字眼来做整个城市治理或是都市发展治理的一个核心价值，就是大家一起把基隆打造好。然后也有幸这七年这个结果之后，城博会我们有一个 A3 展区叫城市参与制造所，去展现我们那个各个城市的一个参与的结果。我们那策展人用 S然后 MLSL 就是不同尺度的方式做相关的参与。那大家可以看到刚才看到的右边这一张图，今年初我们也用黑客松的方式让数位 的年轻人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整个
区域治理跟都会治理，用他们的角度去看在网络世界上应该怎么样做这些区域治理。然后我看到一些非常重大的提案，好，这个是最大尺度的，小到小小的尺度，就我们家旁边的街角或是学校跟这个社区中间一块一直浪费的一直堆垃圾的土地要怎么样去做，这大家都应该要一起参与。可是这个参与的过程，我们希望是大家是一个网状的了解，网状的理解，然后这个过程中让这个城市这个变动或者城市的改变，其实是大家一起参与了，大家一起期望出来的一个结果，大概是核心趋势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城市参与治疗所出来之后，大家就觉得就很多县市都很新奇，就是说，哎，为什么我们可以测出这样子的展？而且这个展，因为你要测出，就表示你应该还是有点东西，好，这个东西好像也不是随便说说而已，哈，这个过程，那就在七年中很努力在做。可这很努力，我觉得就是，其实七年前我们来的时候，其实基隆也不是，就基隆一直那个人情味，像我们现在过那个中元节，你看那个人情味。然后在马路上，大家来一起中元节，然后大家一起拜拜，甚至统合来一起拜拜这件事情，一起合作去来祈求这个社区街区的平安等等事情，其实那个人情味很重。可是这个人情味怎么进入公共议题，一起工作，然后甚至更大尺度的一起合作，另外是不同世代一起的参与。那希望我们这个过程中就可以用这样的过程去做，所以也经由这个滚动，我们刚刚谈就是老屋的这个侦探社也好，然后八六设计公寓也好，这样子的滚动的过程，还有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回乡的这个大趋势，大家都愿意回来为自己的在地或者自己生长的土地或者母亲的土地来努力的工作，然后去创造新的生活，这样子的互动当中，我们刻意是把不同的界面都可以互相，所以除了只是在地社区，还有不同世代也经由各种活动或各种的滚动的方式，大家可以互相理解，编织出一个真正乐观的、开放的、愿意让城市更好的人组成一起，然后有行动力，然后政府只是推一把劲而已，然后协助他们，然后一起来组成这样子的部分，所以我们才叫城市餐饮制造所，来一步一步去创造这样子的可能性。那这个可能性，刚刚讲完这个东西，最重要还有一件什么？各个局处。所以我们也很刻意，只要有相关事情就到各个局处去做。像我们刚刚讲的包租代管的这个，还有出租补贴，我们刻意委员，我们就请了社会处参与进来。因为真正弱势社会福利的处理，其实他们比我们还专业，甚至资源比我们还多。所以当我们包租代管碰到一些真正弱势户，是不是住宅的课题，而是其他的课题，因为社会处就来协助。因为落实到社区或落实到个人的家户，其实真正的生活品质才不分什么局处部会，对他来讲，他就是要幸福感或生活品质提升嘛。所以藉由这样子的整合跟跨局处的合作开始去做，所以我们从社规师的角度开始跟这个长期已经做得非常好的社会处、那个文化局合作，然后教育处合作，然后很开心。社大的系统在这几年也在改变，然后也参与进来，所以我们下周四社就是四个社区的政策或者社会参与的政策都已经整合在我这个里面。那当然我期望还有机会在各个局处再扩大，然后一起在努力去把资源整合在一起。大家可以知道社区有时候为了跑一些争取一些补助要跑四个局处，或者要上课要去四个局处上课，那这样的整合其实对大家负担也少，那这个是小事。最重大的事情是大家变成一家人，然后一起让基隆的未来可以看得到，然后一起行动，然后也一起认同取得共识，这样子的过程我觉得会更平顺，这个改革也更快速可以得到。是，就可以看到这个都发处真的超厉害，串联了各部会，而且重点是把人情味带到了我们的公共领域当中。要带大家来看的是我们的八六设计公寓，在他年轻人和我们的都发处进驻之后又有什么不一样的亮点，快来看看。就是本来是在那个就是专门做都市设计那个办公室嘛，就接触这些比较兴趣，然后大概在那样的情境下，然后在暖暖那边有那些尝试，在那个之后才有了八六设计公寓这个案子。
就是我觉得跟公部门的关系就是要蛮难得才会是可以在执行团队跟他们之间很密切的讨论去决定要做什么。至少我觉得我们那时候是算是有进入那个状态，对。然后再过来是当然我们主要还是会有一些目标嘛，就比如说能不能多串一些在地的人或是团体或是学校，就是让他们有一些合作的机会，就是会想要让那个向河岸那边有活动啊。当然那时候会比较困难一点，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开一楼跟还没有打通嘛，就是还没有翻转那个面向，所以就大家可能就是会有一种觉得要绕到后面去的那种感觉这样。但就是也是一个尝试，就是打开那个河堤边的空间，然后还有放电影嘛，就是希望转向到说是跟那个河旁边的生活想象有关。我们最一开始的想法就是希望以八六设计公寓作为一个核心，去连接周边的社区跟校园。那校园跟社区要怎么样去做互动？就我们很幸运，就是刚好遇到那个基隆女中的美术老师林宏伟老师，对，他过去也是很关心八六设计公寓，然后就有一些那个大大小小不同的合作，所以我们就跟他讨论。所以我们的前置作业就是，好，那我们就来做做看。比如说这些店家对我们来说，他们就是我们的友善店家，他会很关注我们的活动，他们的小朋友只要来参加八六社区公寓的活动，他们就会觉得比较安心之类的。然后平常都会关心我们，经过的时候都会互相关心。然后再来是学生们，因为他们已经跟店家可能有一些认识或是什么，他们对这个社区就没有再那么陌生了。这样子的互动是很良好的，然后是也是可以持续延续的。所以我们后来跟那个基隆女中都持续还有一些合作的计划在进行这样子。我觉得真的看见八六的空间出租出去的时候是很感动的，对啊，因为那个就是大家期待，就是说那个地方的经营不再是计划养成的，而是有需求的人，然后他们有点互利的关系，这有一个相对可以的，就是价格上可能比较能够负担的空间，然后他们付出整理的成本，然后这个空间就不会荒废，就是大家开始所希望的模式被架构出来，还是有累积出一种就是大家努力想要去讨论这个城市的样貌，然后它是有可能付诸实现的感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八六公寓在经过不同的试炼之下，其实到现在呢，等这个田寮河景观整个改制之后，就会有不一样的亮点出现。这也就是我们处长刚刚讲的，就是把公领域通通都设计好，都做好，自然我们的市场机制也就完善。同样的，要带大家来看的是我们的老屋侦探社，这是什么样的计划呢？快看看。因为这个计划名称其实叫做老屋新力，是力量的力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其实是想要去谈基隆的老屋的这件事情。那其实当时的时空背景下，就是像台南有老屋新力，对，然后台北有老屋新生，台湾几个地方也都开始谈老屋的这个议题。在这些背景下，我们就觉得说，那在基隆的第一步到底要怎么去做？我们可以至少先做一件事情，是我们有发现说像那时候有那个像金豆咖啡，就是其实还是有一些老的空间就是重新被再利用的一些案例，所以我们也想要去，至少我们可以先盘点有这样子的一些案例，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基隆已经有很多人在做这样的事情了，然后再加上我们有很多的老房子，这个是我们有的潜力，对，它不是我们的缺点，它应该是我们的潜力才对。那所以我们应该要先重新认识我们的城市，然后也知道说我们有什么样的潜力。所以这个计划比较像是一个推广的概念。最开始是一个提案竞赛，就是那时候也是像一般大众，然后募集就是基隆的老屋，你觉得它可以怎么样去利用？然后是一个企划型比赛，所以它没有需要你一定要完成，然后你可以大胆的去做梦。去想象说这个城市里它可能需要什么样的设施，它需要什么样的内容，然后有些人可能是想象说它在防空洞可以有酒吧，然后或者是
基隆作为一个交通枢纽，然后会有非常多的遗失的物件，那这些物件可不可以变成一个展览？那它是不是有个空间可以去做这样子的事情？然后或者是基隆是基隆的康邦定渔港，它可不可以成为一个复合式的建筑？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是我们收集到这些内容，然后我们最后在那个康邦定的楼上还有一个三联栋的大楼，然后我们在里面二楼的李明中心去办一个就是成果性的展览。对，然后会选在那个地方，那时候也是在思考着，就是基隆有很多老屋或是很多老空间，很多建筑空间，然后这些建筑空间它可能因为各种不同的条件因素，所以它不见得被常开放，或是甚至被就是被遗弃。那我们有没有可能是透过这样的案子，然后我们就去实践它打开这个空间的可能性？共创基隆的这个概念，其实我觉得是相通的嘛，就是不是由谁负责创造什么东西，而是大家要一起创造这件事情。那大家要怎么样一起创造，其实就是透过参与嘛。那在这里面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他们扮演的角色，然后透过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认识彼此，认识自己，认识这个城市，然后一起来做一些什么事情，甚至更好的是你可以开始想你可以为这边做什么事情。真的，就是你会开始想要为这个城市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们最近就看到很多的年轻人回流，他们开始创业，开始让基隆不一样。我们要请教处长。好，那其实基隆这个相对其他城市，其实它有个好处，它很密集，它不大，真的。所以这个气氛对了，政策对了，应该很快就会去做。然后相对其实预算也可以不用那么多，那像台北新北那么大，这是一个好处。跟我们的问题其实是，它又靠台北新北那么近，那么近。如果有更好的机会，像尤其年轻人，尤其那个充满热情的年轻人，愿意做更多事情的，他一天可能当三天用的那种热情，他可能就去台北新北。我觉得过去大概十几年、二十几年，大概我们也碰到这样子的困境，加上那个少子化、老年化的这样这个趋势，所以我们面临这个困境，势必是要把热情燃起来。所以刚才看到那个八六设计公寓，就是一个实验型计划。让年轻人尝试在自己的老屋里面怎么样去生活，怎么样可以就业，这个滚动的过程花了两三年，这个过程这样的状况之下，现在那边有独立书店，也有一些公共的空间领域，然后也有很多的社区的一些产业也都进驻了，慢慢去做转变。但重要是这个滚动的过程，现在基隆很多的年轻人大概都跟八六有一定的关系，或是座谈会相关的领域。我们一直在那边办一些工作坊，还有去找这个全台最厉害，甚至是日本最厉害在做地方创生的人来做一些开课跟相关的事情。所以这个过程中，八六变成一个平台，变成一个媒合的一个地方，那个梦想的制造的地方。然后老屋侦探社就是尝试大家从老屋的角度去看，然后去侦探。然后开始，去觉得这些空间可以使用。好，那我们记得我们第一届就在明德大楼去做这个老屋侦探社的结果，就大家侦探的结果，年轻人去侦探一些老屋，然后想象大家的可能性。这个东西在明德大楼，就是刚刚讲的旭川河口上面。好，那现在开始也有一些质变，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走走，它也是一些质变的一些过程。那这个质变现在也扩大。大家讲康邦定啊，委托行区啊，委托行也开始有一些质变的一些看法。就大家可以看到，大家都知道去，你们去国外各个港区的最老的港口旁边，其实都是委托行，都是这种国际交流非常非常多的资讯的一个地方啊。这些地方的交流其实是环境很好，然后有很多文创，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地方都有。那这个东西社区也很在努力，这很多的社区的人士也集中在委托去做等等事情都开始做。我相信老屋这个侦探社的案子跟八六案子就是互相滚动，大家齐心一起做，打造一个氛围。那我们这一行常常讲说，城市一个正向的氛围是最重要的。当大家觉得这个城市有希望，投资才会来，投入才会来，
你整个生命愿意在这边去发展发挥才会来，那这样子这个正向发展，然后基隆才会永续发展，才会真正持续的力道一直出来，然后不仅是政府的力道，也不仅是公家的力道，也不仅是社会的力道，而是大家一起来做，那这个就是我讲的共创精神。是，真的是共创精神，而且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在多年前，当都发署提出了这个八六公寓计划的时候，大家说做这个干什么？做这么多工作坊干什么？但是呢，我跟你说，这个工作坊这个推下去，真的大家开始慢慢看到成果之后，就开始回流，这也是基隆很大的力量，也就是很多个团体他们要来取经的地方。那当然，像要继续推动这个力量，还有一个叫是山海工作营。在九月份，都发处即将要举办，今年都有什么亮点呢？哦，山海工作营其实我们办了好多年了，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西岸的这个曾子寮哦，太平国小的这个山城这个去做。啊，今年就持续，也由这个陈匡华老师带的团队开始要去做一些整合。然后今年更不一样，其实是太平国小已经变成一个更新的风貌，然后这个文化的这个视角跟文化的能量更大，那他们将会结合这些文化能量一起来讨论这个基隆在城市博览会之后还有什么可能性，大家可以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然后会有一个很轻松的一个成果展。对，十月份也有，就是我们的公共性博览会，这又是什么样的博览会呢？十月份社大会办一个整个全国的社大的一个博览会，那也相信是因为这几年的努力，大家觉得，不仅是相关的城市治理或城市建设，其实我们在社会福利、还有社区大学、社区教育的部分也做得非常好。然后社大，也受到大家的这样的激励，然后会办一个全国的博览会在这里，然后让大家看到，基隆的不一样，也看到全国不同的社大他们怎么样在努力实践这些社会教育。所以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处长带大家可以看到积极推动各项城市幸福感的改造工程，更引领社区共创成功，引动城市转变，共创基隆的经验相信未来会继续传承，一代传一代，一个一个的传递下去，基隆会越来越好。谢谢处长，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拜拜。